家好，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单串口服务器306的使用方法。准备一根 USB 转232串口线，因为串口与设备都是 DB9 公头，所以需要一根母对母的串口线。开始接线。将 USB 口接入电脑的 USB 口上，通过网线将设备的网口与电脑的网口直连。连接电源，上电后 Power 灯常亮， Work 灯每200毫秒闪烁一次， Link 灯在连接 TCP 服务器后常亮。TXX 是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指示灯，如果串口有数据发送， TX 灯闪烁，如果串口有数据接收， RX 灯闪烁。硬件连接完成，需要在电脑上进行参数设置。打开控制面板，点击系统和安全，点击防火墙，点击启用或关闭防火墙，将防火墙状态由启用改为关闭，点击确定，返回控制面板，点击网络和 Internet， 点击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禁用其他网卡，本地网卡6G属性，点击打开，点击 IPv4， 将自动获取 IP 改为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 IP 输入 192.168.0.201， 子网源码 252.255.0， 默认网关输入 192.168.0.1， 点击确定，关闭控制面板，点击 M0 设置软件，点击搜索设备，搜索之后的 IP 点击打开，右侧为306的默认参数设置，点击此电脑6机找到管理，点开，点击设备管理器，找到端口，确定 COM 口号为 COM4， 关闭计算机管理，打开串口转网络助手，串口使用 COM4， 打开右侧协议类型，选择 TCP Server， IP 地址输入电脑 IP， 本地端口8234，点击开始监听，串口发送数据，网络接收，网络发送数据，串口接收，306基本测试完毕，谢谢。